原来官方还记得这件事哦，我以为他们害怕想起来。本耶普的第二个全新追加技能公布了，可以看到 CD2 就可以发动，非常的具有高机动性，以累积战斗回合数乘以4的数量转化新兽强，队伍成员属性以外的符石优先转换，最多可转换30颗。那你如果真的转到30颗的时候，一回合内兽类攻击回复力 2.5 倍，而且开招之后累积战斗回合数减半，这招其实蛮 OP 的哦。搭配他的第一个技能，这边也来帮大家复习一下他原本的技能到底是什么。它会引爆一些障碍珠还有新珠，那这边会根据你炸的珠子不同来无视一些盾，或者是自身有戒王跟减 CD 的效果。这样看起来这个二技真的蛮香的，希望可以大大提升它的出场率啦。那大家对于这个二技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